第三十六题，下列关于利用双氧水制造氧气的叙述何者错误 ？A. 双氧水的颜色状态通常是无色液体，这个是对的。双氧水是一个液态的，然后它平常是没有颜色。选项 C， 双氧水分解后产生氧气，这是一个化学变化。对，它从双氧水过氧化氢变成了氧气，它的组成成分改变了，它产生了新的物质，所以它是一个化学变化，是对的。基德洛德场馆末端一末入液面下，这也是对的。这是我们跟各位提示过的实验的注意事项。基德洛德的场馆要没入水中，尽量接近底部，目的是为了怕避免气体溢出，水柱是对的。选项 B， 通常会加入黑色的木炭粉加入反应，这个是错的。我们加入的是黑色的二氧化锰，当作催化剂来帮助反应的进行。所以呢，第36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利用双氧水制造氧气的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通常会加入黑色的木炭粉加速反应，不是，我们加入的是黑色的二氧化锰做催化剂来加速反应。